昨天的统计局发布的数据，8月份的整个的 PMI 6个月的低点，制造业 PMI 49.1 比7月份的 49.4 下降了 0.3 个百分点，这已经是连续6次下降，而且是4个月处在收缩的范围，而且是收缩的幅度越来越大，萎缩的幅度越来越大。统计局找了一个专家，他给解释了一下，他讲说8月份大部分制造业的生产和销售都出现下滑，是因为炎热的天气、降雨和洪水，所以说导致出现了这么一些情况。人们就把过去历年2019、2020等等这方面都和这个8月份进行相比，结果今年8月份的 PMI 从2019年往后说你是最低的，也就是在同样的自然条件的情况下，那时候还有疫情了，那讲很多地儿还封着。今年8月份的制造业景气也是这些年最差的一个月。说到国有大型企业，这种大型的制造业，他们在8月份的 PMI 就是生产指数是 50.4， 是在荣枯线之上还是在扩张的。说到中型企业，这基本就都是民营的了，是 48.7 收缩，小型生产制造商 46.4 全部收缩，比七月份中型的企业下降了 0.7， 小型企业下降了 0.3， 已经连续四个月处在收缩期吧。我有大型企业还是在扩张的地方，中小企业都处在越来越严重的萎缩的状态，这个国进民退非常明显。这个出厂价格这非常重要了，这也是出厂价格分项指数统计局有制度以来的最差。出厂价格到什么程度，七月份的时候还是 46.3， 就已经是收缩了，结果暴跌到了42，这不是一般的收缩，这是断崖式的了。整个出厂价格暴跌，也就意味着整个企业利润出现了暴跌，也就意味着整个出产的产品出现了严重的过剩的情况。第二严重的就是订单，你没有订单你哪来的需求，结果八月份的新订单是 48.9， 是今年收到新订单以来最差的一个月，八个月最差，到手的订单只有 44.7%， 是今年以来的最低，没有订单，而且越来越少，价格完蛋，订单完蛋，紧跟着就业的完蛋，订单少，劳动力需求少，结果这个就业人员指数从上个月的 48.3 下降到了 48.1， 这已经是19个月从业人员在收缩了，失业率是非常高的。说到今年的服务业，今年的服务业的景气指数就和这几年比，只和2021年的8月份略微高一点儿，和其他历年的8月份相比，今年8月份的服务业景气都是非常微弱的，只比2021年那还疫情很猛的时候全国封城，比那稍微好点，和其他的都不成。那这整个服务业里边，国有垄断的铁路运输、航空运输、邮政、电线、卫星传输，包括一些大型的文化体育活动，这都是国有的，都未高景气区间。八月份的服务业新订的订单 46.8， 严重收缩，今年一年以来整个订单都处在收缩区，没有订单，那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比上个月下降了 0.5 个百分点， 45.9， 这是相当低的了。所以说整个从服务业的角度来讲，需求的塌方也是非常的惨烈。